要买陈奕迅的话，你就直接去 Apple Store、App Store， 点 App 打开 Apple Store， 然后就 search 什么 Taiwan T A I W A N， 里面看 Gospel Book Room G O S P E L， OK Gospel Book Room 找到以后呢，你就选了很多，它就有陈奕迅耶。那我这次已经订了，所以说你没有订的话，就把这个 Open 这边打下载。下来以后呢，你可以看这个门市首页，门市首页的话，你就有很多很多生命读，不是这个陈奕迅耶。你可以，譬如我现在要买，假如陈奕迅的话，这边就是耶利米书是 1.99。嗯，我们现在用了这个，我已经买了，所以就已经显灵，已经安装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你装好了以后呢？装好以后，我想我就放在这个 group 里面，就陈奕迅。OK，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个有声云也是一样，就是这个 Taiwan Gospel Book Room， 比如说我去 search Taiwan Gospel Book Room， 下面一定有声云，看没有？这有声云我也是买了，这有声云非常好，因为你就可以去听，就是不是用看，是用听的。嗯，但他这个 app 有时候会，比如陈奕迅言，对不对？陈奕迅言，你可以去听。比如说，这个时候我们先要听这个，我们是听国商节的，所以说这礼拜是第二周。那你可以听信息，这个信息就是它原因。This morning we come to message to. 好，放一下，可以听一下。Conference.The title of this message is Seeing a Vision of the Throne of God. 可以听的信息就对了。然后你也可以选，比如说第二周，比如周一，你就可以听周一的。所以这样是非常方便。嗯，就是不光是有陈奕迅言了，就是有很多东西，诗歌了、圣经啊、生命读经都在里面，所以是非常方便。